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燕汪耶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剑灵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第三章无尘师兄的去向。哇，这个前面第二章好像消失的有点快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随意，重点还是把所有的剧情都跑完才是重点。然后他叫我现在和林墨师兄对话。好了，早餐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最近师兄师姐说老妖很勤快呢。以后也要持续下去。这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呐。不过，师父的早会时间就快到了，怎么还没看见吴尘？老妖啊，快去找吴尘，再回来内宅，千万别迟到了。哇，原来当老妖这么辛苦啊！给的是什么轻功？疾走。老妖啊，我知道吴尘师兄在哪里，跟我来。跟他去，走啊，走啊。哦，按 W 两下可以，按 W 两下可以跑，或者是按 W 的状态按 Shift 哦也可以跑。感觉 W 两下好像比较好用。哎，体力没了是吗？哎，你怎么跑这么慢？看来我跑得比你快，你输了。哎，这个人看起来一脸就是坏人啊，看起来就要变天了。师兄，无尘师兄，无尘师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啊？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是吗？我正准备过去呢。哇，老妖今天起得可真早呢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因为每天都晚起，所以特地去叫醒啊。那是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里那。错了吗？他手怎么两段颜色？明明有个穿白衣的女子浮在半空中。我看没睡醒的人应该是你才对。你看这个脸，这脸看起来是坏人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是鬼吗？这是鬼吗？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到底是哪一天？老妖看起来是有话要说，说说看吧。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？以后就会知道的。早会的时间快到了，赶快去吧。滑翔哦！哦，第四章这么快就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种简单的地方就多玩个两章好了。嘿，哎，哦，空白键可以施展滑翔，哎，这滑翔还蛮酷的。哎。再滑一次，飞哦，超爱飞哦，这飞超好玩。我飞，怎么降落了？怎么降落了？虽然吴尘师兄每天都为师父煎药，可完全看不到好转的迹象。您很快，师父您还好吧？哦，干嘛抢着说话？这师父长得跟我一样小哎。这师父长得好可爱，超可爱的。都到齐了吗？老妖，你也到了呀。好，其实今天让你们聚集在这里是有话想跟你们说。他这耳朵看起来好像很重的样子啊。虽然如今的鸿门又小又残破，但是鸿门也曾经是江湖中的显赫门派，那都是由于我们门派的武功秘籍鸿门神功的缘故。鸿门神功哦，我知道你们都想学鸿门神功，但是你们也要认识到，他干嘛？武功越是高强，一直抖啊，负的责任也越大。他怎么边讲边抖？好像只要你们能坚持与人为善、除强扶弱、行侠仗义的鸿门之路，就能自然而然地领悟鸿门神功的真谛。真谛。切记心浮气躁，一定要认清自己的目标，一步一脚印啊。对了，老妖，来来来，你跟我来一趟。好，走走啊，不是要跟你去。是师父。
哇，他们这些人怎么慢半拍？哎呦，哎呦，师傅走还蛮快的嘛，我还以为快挂了，走还蛮快的嘛，哦。靠近左边的书柜，左边按 F 键，可以拿起书。不对，这边是右边。你仔细看看，这边拿起书，看一下《鸿门秘籍》啊。按 K 键看书的内容。哦，这是这本书啊，这本书长这样子啊，哎呦，过来。看完了吗？今后每次升级都要拿出来看看，上面写有你可以修炼的武功。为师本想亲自传授，但无奈年老多病。果然是年老多病啊，这个看这个样子。边讲话边抖，还一直咳啊！我有样特殊的东西要给你看，随为师到外头来。哎呦，这师傅还真白目啊！一下走进来，一下走出去，刚好不在外面就好了。哎，怎么出不去哦？出来吧，淘气鬼们！什么？靠近自己喜欢的召唤兽，按 F。感觉这每一只都很可爱啊，这只看一下。喵，你是第一次使用召唤术喵，别害怕喵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和人类签订契约喵。喵，谢谢你选了我喵，以后会叫我什么呢喵？有点吵，我们看第二只。只要你每天给我吃一条沙丁鱼，我就发誓效忠你喵。一条不行的话，半条也行喵。哦，这只还谈条件呢哦。你是个好人喵，和我签订契约的话，我可以增强你的力量喵。哎，这只好像还蛮，听起来还蛮好的。如果现在马上签约，我可以给你打个折喵。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喵。等等，我记得签约不用什么，不用什么条件吧？为什么还要打折？哎，打折！你终于选了我喵，好爱你喵。哎呦，这只好像比较爱我，我选这只好。你要给我起一个可爱俏皮的名字喵喵，取个名字啊、哦，我们叫它小燕子啊。小燕子，燕王爷的小猫咪叫小燕子。哦，跳舞跳舞。哎呦，帅气！没想到你选了这个捣蛋鬼，不过倒也蛮合适的。捣蛋鬼。现在你跟召唤兽已经被命运之绳连在一起了，只有精诚合作，相互信赖，才能战胜逆境。战胜逆境。现在你到练武场去见见灵墨，把我给你的秘籍给他看，后面的事情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个是纯洁度的哦。好，出去之后往左走就能看见练武场。哎，这里可以走。哎，再来应该是第五章。出去之后往左走就能看见练武场。哎呦，他看起来真的快挂了呢。现在是第五章，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来喽来喽，我来喽。哦，这边按下 F 键的话就可以和我对话。哎，他好高哦，可以从他下面走过去。已经去过师傅那里。